我们要不要吓？哎呦，吓他吗？他还能不被吓到吗？哦，来了来了，加油！热情的易老师，请进。我来。我来接你会意外吗？啊？我说我来接你会意外吗？不会啊。跟我们聊天会紧张吗？不会。不会紧张这样。他问好奇为什么我现在不做经纪人了？你是想签给他是吧？哎，把合约给我弄一份。救命！我们做什么能激怒你？你不要吓人家，人家刚来你就吓人家，那不是刚来就要吓住他才对吗？去拥抱他，他马上就。你们俩要不要对视十秒？对吧？这么远也不行。你是已经被吓得你的脑袋不转了？你为什么觉得你的观点值得被分享？不要关注我，不要看我，不要跟我讲话。展开说说，想做你的电子燕窝。